大家好，我是 DJ， 由今天开始，我要在视频里面说普通话。我是香港人，我是从香港出生的。因为在小的时候也没有说普通话，所以现在我的普通话相信大部分人都听不懂。但是我还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普通话，希望多多说，多多练习。在一段时间之后，能够给大家听得明白就好了。还希望我刚刚下载的软件 APP 能够跟我翻译字幕，能够跟我打出字幕就好了。好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香港人，现在居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年多了，差不多一年半，但现在都是在疫情 COVID 那天，我们都不能都去走，都去爬。我在摇滚拍了很多视频，差不多有400刀了。现在我开始也在西瓜视频、今日头条放视频，但是我知道大部分中国的朋友都听不懂我们的广东话，所以我现在开始就是普通话。大家知道吗？用广东话是没有自动翻译字幕的，但是普通话就可以了。我就要看看这个软件能就把我这个普通话翻译多少。睡得很辛苦，手机也按了，但没有办法，现在都是艰难时期。我们这边也很艰难，因为我们不能到处去，生意还不能做了。但是我不怕啦，我还会继续努力去找机会。好，今天说到这里，下一次我还大家还可以去油管看我的视频，还有我还会把油管的视频转发过来，西瓜视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还可以给我一个分数，跟我打分，我的普通话有多少分？谢谢大家。